大家好呀，我是老叶。昨天呢，被狂风肆虐了一个晚上哦，也觉得奇怪，反而睡得很好哦。就是风哦，一下子往这边吹，一下子往那边吹，然后我感觉我在那个摇篮里面一样哦，就是它那个帐篷不是鼓起来嘛，一下子吹到你，一下子吹到你，反而就觉得，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吧。反正就睡得很香，一觉醒来就6点多了吧，天也亮了。然后今天还是阳光明媚吧，我选的这个地方还可以。然后太阳的话，我估计等到11点到12点钟左右才能正中吧，晒到这边。现在还是比较凉爽的，外面已经，你看，烈日高照了，可以说是。装备收拾完毕，现在出发，向霍尔果斯出发。哦，这边的门昨天被关了一扇哦，可能是看到我在，它就没有完全关掉了。前面呢就是察布查尔县的县城了，到那边之后也就意味着伊扎公路结束了。这里就是县城里面了。想找一家拌面，好像不太好找。凉粉。到了，这里就是西博古城了，好像是要收门票的。哦，要门票的，这里要门票的吗？多少钱呢？40元。哦，好。40块，我能吃8串的那个羊肉串了，我宁可去吃了。打个卡就行了。我以为它这个古城啊是那种，就里面都是吃的那种啊。哎，这奇怪了，我这不就是绕进来了吗？从那个古城那边就进来了呀，没有收门票呀，这个奇怪了。这里就是古镇里面了呀，古城里面了。哎，你好，锅包肉拌面有吗？有，多少钱一份？18。来一份吧。烤羊肉串呢？羊肉串3块钱，有2块3块的。还有2块钱的？没有，肉是3块，剩下的有2块3块不一样。那是腰子。羊肉呢？这个羊肉吗？这个，这就是。这都没有，那是羊心。对。哦，这个就是2块钱一串吗？3块钱一串这个。来6串吧。这是猪你子。给我拿吧。都给你。还有什么？那是肚子，牛肚，多少钱？3块。来个3串吧，可能很腥了。来烧烤。你先烤吧，先烤吧。行，你一个人吗？对，我一个人。一个拌面，一个这个够了哈。对，绝对够了。哦，外面太热了。中间房子。啊？
在中间吧。哦。刚刚还说这里没人呢，现在来了一大堆，你看，都是来参观的。这里就是免费的那个古城啊、哦。这我也觉得奇怪啊，他那边为什么就拦着个门，然后你到这边就可以直接进来呢？这个奇怪了。现在吃好饭，看一看下一步往哪里走啊，规划一下。你看啊，这个门票它40块钱，我这顿饭50块钱，吃了非常过瘾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我觉得用眼睛去看的没有用嘴巴去吃的过瘾。哇，都是这么大的，小一点的没有吗？哎呀，买个瓜。没有小的吗？这边的小一点，你看小不小？这刚摘的吗？刚摘的，今天早上。哎，就这个。都怎么卖？2.5块，就这个吧，小一点点。这个是吧？哎，熟。熟。啊。不熟了，是我的瓜。多少钱？11.7块。哦。这里呢就是67团啊、哦、我刚刚在那个镇子里面弄了2根冰棒，一瓶冰水啊、哦、又热了又口渴了，然后再去买一点吧，太热了。还好啊，这边晚上的话睡觉是非常舒服的。好大呀这个62团。哦，那边还有华为，我去看一下有没有贴膜的。你好，能贴膜吗？华为 Mate 40的，这个花掉，这个你看，我本身它就是已经碎掉了。这个没办法贴。不是，你就把我这个撕掉，这个是水银膜贴了呀。嗯。撕掉，然后你就贴一个水银膜过去就好了呀。这个碎掉是我的事情啊。我知道，你贴个软膜是吧？不要软膜，就是这个。你看呀，不行，这个如果贴钢化膜要滴那个胶。我知道他之前就是滴过去的，这个就是滴的呀。我不敢给你滴。没事的呀，这个滴了之后它会进去的，你的烂了之后它有缝，它有滴，它要滴进去的。它没有，它这个就没有进去啊。我不敢给你贴那个，滴了之后这个进去之后、这个屏全部都坏了。它有可能进去之后你屏连个手机都用不了，现在还可以用，到时候连用都用不了。哎，那其他的有没有？软膜只有。那就软的也行吧，它原装那种差不多是吧？嗯，多少钱？35。那就原装吧。嗯，比没有好吧？它这个可能撕的话，
他之前也是滴的那个水银嘛，就不行，我不敢滴，因为滴了。为什么他敢呢？不是这个，我不敢赌，知道吧？哦，明白明白。懂不懂？我给你赌了之后，我这个手机是不是？行，你贴吧贴吧。Mate 40啊，40忘了，Pro Pro。40 Pro。Mate 40 Pro。你打开一下，我确定一下。哦。然后怎么卖了？来两个，口味都一样吗？哦，那就来两个。哇，你看他们这个就是烤那个馕的那个炉子，这个火焰特别热，刚刚出炉的，买了两个。现在这个屏幕换了，看了不别扭了。之前说实话，我自己看着都别扭啊，麻点啊。刚刚那家店啊，就是那个原装的那个膜，我问了一下，也就300多块钱啊，比那个就是华为专卖店那边的2000多块钱还要便宜很多很多了。但是它贴一下需要4个小时哦，所以我肯定等不了了。4个小时贴好的话就7点钟了。就晚上的7点钟了。我想都没想到，我今天居然能到霍尔果斯县城市区哦。这个附近呢就是国门景区了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房车营地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又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，他说这边有一个房车营地可以露营哦。不过你看这边至少停了有上百辆车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位置哦。然后今天先在这边找一个露营地吧，明天去国门景区吧，也就是哈萨克斯坦那边，转一下，就是出国一日游，可能是几个小时游吧，就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明天在这里办一个一日的那个证件吧，就是好像是边防证还是什么的，反正就办了一日，只能办了一日，就可以到那个景区里面去了。这个好像找个露营地有点难哦。哎，那边有一个。那个位置啊，有点吵哦，所以我在里面又转了一下，反正这边离那个厕所更近哦。在这个地方又找到一个，这里更安静啊，就是它这个树有点小啊，稍微大一点的话就好了，能遮阳。不过现在太阳也不是特别猛了，就到这吧。总算是安顿下来了，准备在这个地方做饭啊。帐篷呢搭好了，现在是7点多，还得再要2个小时左右吧，太阳才能完全下来。今天啊，就简单的弄一个西红柿炒这个鸡蛋，2个西红柿，然后还有点鸡蛋，不过碎了好几个，幸亏我多买了几个。
刚刚想做饭又刮风，每次都这样。先来煎个鸡蛋啊，买了八个鸡蛋啊，碎了一个，剩下七个了。我最坏的打算是它碎两个，还剩六个，还好还好。冒烟了，加点油，多来点油吧。来几个冰糖啊，综合一下这个西红柿的酸性。然后再加入这个姜蒜。豆瓣酱，然后再来加入西红柿，来一点盐。洗澡加盐是为了使这个西红柿更容易的软化掉。出汤汁，来出汤汁啊，然后加入这个鸡蛋，买了饼啊，馕啊，不是饼啊。这个馕是我进入新疆以来第二次买的。瞬间就变凉了。
快点航行。哎，大哥，嗯，你们不是稀饭吗？嗯，来来来，这个你来一包尝一下。不不不不不，我这个你吃，不不是，我这个这个味道真的很好，你尝一下。别，不值钱。不，那给你根黄瓜。我黄瓜不要啊，我够吃了。那你拿着。哎，好谢谢。这个配稀饭一超好啊。哦，好谢谢。哎呀，没事。真厉害，你就你这个精神，我感觉你干什么也行。真的啊，嗯，这家这玉璧这家不是那么的，就是好玩儿，不是好玩的事儿啊，这不是好玩的事儿啊，你有玉璧不是好玩，还开了一个，你开的车开了一天，开到苏州了，不一样，这不一样，啊，你如果骑摩托车的话，就不会觉得那么累了，对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开摩托车路上下雨是很辛苦的，我也不喜欢开车。嗯，我不喜欢开车。你不喜欢开车啊？开车会犯困。开摩托车不困吗？也困，但是比开车稍微好一点。你的手艺还可以，炒鸡，西红柿炒鸡蛋。伙食必须保证好，保证不好就不行，身体不行。啊、对，这个必须要，嗯、必须要搞。我昨天烤羊肉串，自己烤羊肉串。那太厉害了，还带着炉子来了。带了。那也可以。那就买了简易的。